ACS 跨运动，一间位于中台湾的大型体育用品店，就巧妙地运用奥图玛商用投影方案，打造出一个沉浸式的影像空间，期待能获得更多民众和消费者的驻足与目光。透过导入前导入后的比较，各位很明显可以看出，原本平凡的室内空间在结合了动态影像之后，让整个环境变得活泼生动。那即使在休赛事的期间呢，店家也可以利用这套系统来播放促销的广告或者形象的影片，那充分的利用店内的空间为业主创造最大的价值。希望大家透过这一集的商用案例的分享，能了解到如何利用投影技术创造商业优势。无论你是商家或是中小企业主，有任何需求、任何问题，欢迎透过图卡资讯与我们取得联系。请记得，技术问题交给我们，美好成果留给各位。我是 Brian， 我们下次见，拜拜。